腸癌好快脆好翻，我真係好多謝所有醫生同埋醫護人員，當我好似佢哋嘅親人一樣。唔該，喂，多謝你。冇事啦，小心。一直嚟，我哋都係秉承東華三院救病請嚟嘅宗旨，去培育我哋嘅醫護人員，令佢哋能夠善待病人，積福積德。係我行美儀，謝謝唔該。廣華廣華就係廣濟華包，為廣東華人嘅健康盡力。謝謝唔該。我哋一直都懷住幫人哋嘅心，因為施比受更有福。喺廣華醫院工作已經30年啦，我仍然懷住一份幫人嘅信念去服務病人。我學識咗珍惜我同病人之間嘅關係，亦都學識咗珍惜我嘅家人同埋朋友。見到佢哋健康開心，我哋都會好開心。希望我哋能夠繼續為基層嘅市民服務。我見到你工作好辛苦同埋好認真，我想藉呢個機會喺呢度同你講聲多謝。一直以來咧，我哋都秉承東華精神、贈醫輸藥嘅理念咧，嚟服務香港市民嘅。我哋啲醫護人員咧，唔分你我，總之需要幫手咧，能夠做得到咧，我哋一定盡力去做嘅。Looking at this image is pretty good, and also if we look at the appropriate MRI, probably we need to do MRI next week.我哋身为社康护士，团队精神真系好重要。我哋要落区去病人屋企探佢哋，同佢哋倾偈，关心佢哋，可以系情绪嘅支持。透过呢种同佢哋嘅互动，我哋可以将呢份情由广华带翻落去社区。加埋我哋嘅老师指导我哋，系以无私嘅精神，令到我哋可以将呢一份广华情传承落去。對於一啲嘅長期性病患者，開始慢阻性肺病病人咁樣咧，我哋都有全方面嘅照顧嘅。我哋嘅物理治療師同埋職業治療師咧，會喺佢哋出院短期內咧就去探訪佢哋。我哋嘅職業治療師咧係會確保佢哋喺一個無障礙嘅家居環境裏邊生活嘅。而治療師咧亦都會教導佢哋適當嘅運動啦，鍛鍊佢哋嘅體能，有時仲會教埋氣功添嘅。記得有一個小朋友，因為一個嚴重的腦膜炎入了院，咁就昏迷了唔醒嘅。到後期少少佢醒翻，點知發覺咧下半身全部都喐唔到啊！咁到後期少少咧就發覺，咦，突然間手指腳喐下喐下喎，咦，大家開有驚喜啦已經。跟住到手仔腳仔開始都喐，嗰時大家都好開心啊！真係，原來醫護人員唔放棄啦，小朋友屋企同埋自己都唔放棄嘅話咧，一切都可以有希望嘅。手韌仔喎，你唔得邊隻你哋㗎？依姐，依姐，依姐，啱出世嘅時候咧，其實都即係好論盡啦。咁咧就佢身體好弱啦，結果入咗 ICU， 好似有廣華醫院嘅姑娘同埋醫生嘅悉心照顧。咁而家你睇佢哋幾健康。面對一次又一次嘅困難，一班醫護人員
从来都冇放弃过。除咗因为佢哋坚守自己嘅工作岗位外，最重要嘅系佢哋有坚定嘅信念，相信自己有能力帮助病患者战胜病魔。我好相信咧，我哋医生凭着我哋呢一对手，配合一啲好先进嘅仪器，能够帮助好多性命垂危同埋有需要嘅病人救到佢嘅生命。呢度有嘅立体定向导航系统咧，系配合埋一个好先进嘅立体导航显微镜，而做到咧一个好精细嘅脑外科手术，防止咗好多唔需要伤害嘅地方喺个脑里面。我哋更有一个320 multi-slide 嘅电脑扫描机嘅配合，使到我哋嘅三维嘅影像咧能够好迅速嘅传到入去个手术室里面。而呢个扫描机咧，即系我哋手术室嘅隔离。呢个嘅配合咧系香港咧都好少有嘅。咁我哋非常之多谢东华三院咧嘅支持。其實近年廣華醫院亦都引入了呢個肩關節的內窺鏡手術。以前我哋可能需要一個比較大的傷口嚟到修補呢個肩袖啦。咁而家可能只需要一個一兩厘米的傷口就可以修復到個肩袖。咁對於病人的復康其實加快了很多。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廣華醫院亦都引入了呢個導航系統，例如膝關節的置換手術啊，或者啲脊柱的手術，都能夠大大咁增加咗個準確性。我哋廣華醫院嘅急症中風治療中心咧，我哋擁有一套好完整嘅監測系統啦。據我所知道，喺香港嘅醫院裏邊咧，暫時係得廣華醫院咧擁有呢套系統嘅啫。我哋可以一次過將唔同嘅資料咧傳送到中央做觀察嘅。打咗溶血劑之後咧，那個變化會比較上大嘅。我哋可以跟好個無間斷嘅資料嘅觀察咧，咁我哋好快知道佢有冇咩變化嘅出現啦，咁就可以減低咗併發症嘅風險啦。这个门诊智能登记系统是行政部、门诊部及多个部门所合作构思的，它也是一部被医院所采用的智能系统。它的操作非常简单易用，而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帮到病人现在的轮候时间是大大缩短了很多。能够以人心人术救治病患是上天最大的恩赐，所以我们除了不断提升医疗技术之外，更加回本中西，为市民提供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服务。广华医院在成立时已经中西医兼备，在2006年，广华医院正式成立中西医治疗，更加在2009年设立全港首个提倡治疗亚健康的上医馆。2011年是广华医院成立100周年，医院进一步加强中西医结合医疗，成立中西医专业团队，更加会推行中西医院住院病人服务，开创本地公立医院先河。我是一个糖尿病病人，一次不小心整损了只脚，引致到我的病情恶化，可能要截肢。我哋做咗好多次清创手术同埋抗生素，但系佢只烂脚生肉都唔系咁好，咁所以我哋就揾我哋中医师帮手。由于病人嘅病程比较长，病情比较复杂，所以我哋咧中药采取活血去瘀生津嘅办法，补益气血，等病人嘅肉啊顺从咁生长。佢哋不离不弃咁样医好咗我只脚，而且有佢哋嘅悉心治疗，我亦都可以保留翻我自己只脚。作为一间肩负社会责任的医院，广华医院一直秉承东华三院的传统，致力改善医护环境，以赠医施药的精神提供免费门诊或者病床，惠及社群。在过去100年，接受医院免费医疗服务的人多不胜数。身体健康和周围的环境息息相关，广华医院在环境保护方面亦出一分力，同社区一起推动香港成为一个绿色健康城市。广华医院是香港第一所医院是参与环境保护署所举办的绿色香港碳审计的医院。
除此以外，廣華醫院亦都係第一所醫院係全面採用熱泵系統去製造熱水，可以減少呢個温室氣體排放之外咧，每年可以減少到400,000度電。在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广华医院亦都很重视员工的工作安全和健康，让大家可以全心全意为市民服务。广华医院一直以来都很悉心照顾病人，此外我们都很关注同事的健康。在职安健方面，我们采取了领导承担、专家主导、系统管理、全民参与和安健文化的策略。我哋希望將職安健由醫院推薦到部門，由部門推薦到同事身上，藉此提升同事嘅健康意識之餘咧，並且孕育出安全同埋互助嘅文化。廣華醫院嘅職安健計劃多次獲得唔同獎項，備受各界肯定。上下一心，廣華精神。一群默默为大众付出的医护人员，希望能群策群力，钻研更多创新的医疗技术，加快病人的康复速度。看见病人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地回家，是每一个医护人员的理想。怀孕期间，我曾经出现过多次的大量出血，所以在 BB 出世之前的3个月，我就在广华医院的妇产科就住了3个月。在这段期间，我完全不怕，因为我觉得这一班的医护人员他是可以绝对帮到我。病人对我们的信任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和推动力，不断地去改变对市民服务的质素。接下来这几年，广华医院将会筹划一个大型的重建项目，是分阶段重建广华医院。重建之后的广华医院将会提供更加多的楼层和空间，添置更加新的设备和设施，为市民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因为有你的支持，东华三院支持广华医院，我们先可以继续为大家服务。多谢。